在直播间第一眼看到你，我的心就动了。妈妈曾经跟我说，真爱来了就要赶快带回家，真爱是无敌的，这是一个爱情的真理。一旦你勇敢地爱下去，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完成的。爱就需要表白，这就是爱的真理。你敢爱吗？敢爱的话请跟我走。你敢走吗？敢走的话把手给我。你敢交心吗？敢的话把你的心交给我，我会用生命去保护它，去守护它。当我们都不是那么年轻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心是相通的。当年我们缺的是一次表白的机会，从此变成了现在忏悔的表白。我喜欢你，我要和你好好的谈个恋爱，我还要带你去见我的妈妈，要不要的嘛？